一公分等于多少厘米？一公分等于一厘米。当中国的度量衡引入西方时，西方人按中国习惯加入了公字，比如一乘公尺、公分、公里等。这些旧称在后来统一改为了米、厘米、毫米。所以一公分的长度是和一厘米相等的。厘米或者公分的计量单位同为 cm， 公分是俗称，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叫法。经常从事测量工作的人都习惯说公分，而厘米是国际通用叫法，适用于任何场合情况下。现在有很多单位都对厘米这个单位有标准的换算公式，还有的单位需要通过厘米的转换才能够与另外一个单位换算。可以说厘米是部分单位换算的桥梁。在生活中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长度单位，这样在从事测量工作时才不会出差错，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。